大家好。唔知影讲即几工吼，即两工啊，恁读迄个法律吼，啊，唔知你有啥物受罚吼？啊，若讲我意思讲吼，啊，恁若感觉讲你有啥物受罚，还是讲要分享互阮老师诶吼，阮一寡讲师，你嘛会使迄个举手啊，大家互相来求进步啦吼。因为顶一期吼，有一个校员讲啦，讲遮侪讲师，啊，讲遮侪迄个法律啦，伊可能伊即强诶啦，伊讲会使讲诶。可以互相互动袂？啊，既然安尼吼，即个光大家也看即、這个，咱即本《新台湾论》吼，啊，你也感觉有啥物心得要甲大家分享？我拢互你讲好无？安尼大家一了互动啦吼。啊，我是感觉讲讲师吼，无一定讲真好，你嘛无一定讲一定爱比讲师啊，讲师一定，互恁一个迄种想法，啊，你有新的想法，有新的心得。啊，学习就是你家己的，吼！啊，我是讲啊，你进步，我进步，大家拢进步啦，无讲阮较贤，啊，你嘛袂讲比阮较无贤哦，你就是家己打拼。啊，阮较早嘛是坐啊下骹，安尼听讲师咧讲，啊，一步，安尼家己去读，啊，有一摆迄个家己的想法，吼，啊，甲大家分享出来吼。啊，我为什么我今仔日要讲这个药师方面的迄个教法吼？因为我个人认为啦。咱要积进之路，除了咱的这个法律，迄、那个根据吼根基，吼爱这老的，就是爱这稳的，就是啊吼。啊，过来咱嘛爱注重咱的健康。啊，为什么这个药啊跟健康有关系？大家有上来啥个讲？一定有是连接的无？因为咱也是讲身体有叮当，一定是爱好去有医生看一下。啊，看一下是咪爱用药啊？啊，但是因为吼大部分的台湾人用药爱观念吼。拢无讲介好啦，近年嘛有人去，人迄地下电台伫广告伊也去讲买啦。啊，咱坦白讲，咱正常的制度之下，迄、那个药物方面就一挂堆问题吼。好，慢慢甲大家解说一下，何况是讲你去地下电台吼，啊来去讲去买药啊啦。啊，大家敢知影地下电台伊敢有人去看讲伊迄是有迄正确的，敢有药字号，敢有证字号？啊，敢有人去甲注文？敢有人去详细知影讲啊？你这样食无好，伊有啥物迄个措施吼？哎、啊，拢无啊！好了，讲甲你讲夸大其词啊，讲啊，这在美容，这在减肥，这在壮阳。啊，有人食起来都是安尼白心，吼、哦，那肝嘛无好。啊，台湾是迄全世界洗心第一名呢。所以呢，大家对家己的健康拢爱注重啦吼、哦。啊，虽然讲即几工即阵讲出来讲迄个法律，但是我嘛是需要甲大家复习一下。吼、哦，我嘛唔是同校的，我嘛是甲大家咧学习。啊，江顺咧讲，我感觉伊讲则袂歹，啊，我拢甲我嘛吸收入去啦。啊，阮咧，阮拢有弄影对无？啊，你嘛使去点去看，啊，不断的甲你练习吼。啊，喏，虽然讲你感觉，哦，那江顺拢讲咧差不多，但是我咧讲哦，差不多不一定你讲会出来，那不一定讲，哎，你若要考试哦，卷手考试嘛，啊，不一定你写会出来。咱重点就是爱甲迄咱迄个法律吼，根植到咱的脑筋内面。好，唔是讲哦，江苏拢咧讲啊，敢那你听敢有够过头？但是正经啊，你也听甲感觉忝吼，你会使拍咧，吼啊！你要做其他代志，莫影响其他的学员甲老师吼，你要做啥拢会使，吼啊！若讲你若讲特别需要讲你要分享的，我互你讲，麦克互你讲，吼啊！你我听你讲啊，我嘛吸收着啊，别人听你讲你嘛吸收着，我感觉安尼互动嘛是真袂歹吼。然后吼，我要讲的是讲吼，药物方面的方法。就是我爱讲大家迄个用药爱安全嘛，就是 medication safety 一定爱讲安全方面的，互大家知。啊，再来 pharmaceutical， 即 pharmaceutical care 就是包括这個，但是我特别甲讲吼，阮到底阮的药师教好是有广义的甲狭义的吼，啊，要安怎甲大家解说。啊，再来即、這个management system 就是讲一只管理。I mean 我吼有看一寡杂志啊，是书吼，有一寡管理的知识，我甲大家分享出来。虽然讲我唔是这方面的这个什么专家是专业，但是我甲大家讲哦，你吼、哦、一本书从头到尾好好甲研究，啊，佮参考遮侪书，吼、哦、啊知识，吼、哦、啊大家盘烂，迄种得到的迄专业拢是你家己的，就是自己的谁也拿不走，吼、哦、啊你不断你去学习讲啊你要爱伫咧英文方面较专业的，吼、哦、语言方面的也是迄个日本嘛是，吼、哦、啊你也是讲对迄、那个吼、哦、有人要讲咩？汽车要修复吼，阿摆要发展要做啥？你甲好好去学习，你拢有这个资格吼。啊，你法律
这个法律咱新台湾论，咱我较早嘛无接受过啊，我唔知影这种法律的专业对不？啊，那我甲从头到尾甲读熟，我竟然我有这个能力，又甲我迄个心得分享出来，或者是从头到尾你有认真要去学无？你有实在，你有实在吼，去甲这个法律好啊做研究，还是看你一个心尔？你有迄个心，啊，你就会做会到吼。我都当甲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啦吼。啊，过来是讲吼，来，咱先来讲这个，大家基本上台湾的迄个地位，基本上大家拢知吼。啊，有啥人甲我讲？咱即马台湾的迄个国际的法律地位是啥物？敢有人会使甲我讲？日苏美战没有问题，受万国公法的拘束，日本天皇仍然保有对台湾的主权义务。那美国总统握有他的主权，但并不等于他拥有主权，实际主权仍然拥有在天皇的手里。嘿，非常好，大家鼓励鼓励。哦，我这感觉是这个好玩哦，会使讲啊这紧着啊，搁这熟个吼。我知影后摆大家要拢这厉害的啦吼。啊，我要甲大家讲吼。咱即马是日本天皇保有咱的这个所有权嘛，啊，就是迄个敢地块嘛，对不？咱迄个主权吼，一个迄个日本天皇，这基本大家拢知。啊，若讲迄个美国总统要有咱的占领权哦，哦，得当佫甲大家讲嘛，是爱讲这个法律，加强大家对这方面的迄个法律的地形吼。啊，咱的法律的地位就是叫做立首必奖吼。啊，伊是有正确的、真理的演绎，一个为咱发生的这个事件。啊，历史啊，甲来即个发生战争了吼，啊，甲人迄个美国还是国家去缔结迄个条约，啊，这就是迄、那個、实在的迄、那个法律的根据，吼，啊，这为年代开始，安尼甲大家分析啦。啊，人要讲为什么咱会甲日本有关系吼？其实也别个啊，人讲吼，日本吼，咱甲日本唔是讲刚讲咧下关条约，安尼开始甲日本有关系，真正的迄个荷兰。荷兰嘛，伊准备占领咱迄个要台湾嘛，伊嘛去甲迄个日本吼、喔、去甲拍招呼啦。迄阵咱日本就甲迄个咱台湾就甲日本有关系吼、喔。啊，咱咪讲，确实咱甲条约，确实咱台湾是迄日本的。咱这个条约证明咱一个法律的这个地位吼、喔，是为这个下关条约开始啦。啊，为什么咱甲朝鲜吼，为什么这个关系奈迄高高甜啦？吼、喔，日本。啊，甲迄个大清帝国、甲朝鲜啦，其实吼、喔，因中国的历史是安尼写个。迄、那个朝鲜吼、喔，伊的宗主国是大清帝国。啊，那朝鲜发生什么代志，大清帝国拢会出去甲迄、那个，吼、喔，看无什么作乱啦、啊，因的内部有什么作乱，吼、喔，啊，什么叮当，迄、那个大清帝国吼、喔，伊，迄、那个朝鲜会去找迄个北京政府，就是迄个大清帝国，拜托因来迄、那个，干帮战一下吼、喔，来自国内吼、喔、一挂叛变，也是迄个乱啦、啊。啊，迄阵吼，为什么？朝鲜吼对日本吼，因为咩啊讲？是讲为什么对日本有这么反感？伊啊，你甲你日本人做伙的人吼，拢要甲你处死刑啦！吼，因嘛是迄脑筋是灌输什么思想哦？对日本人会安尼才反感的啦！啊，人日本人嘛在因差不多在迄个红海边啊，应该附近啦，迄、那个所在啦。啊，人迄人在测量恁海水迄、那个海域嘛，啊，伊反日嘛，啊，因有一挂。伊个借口啦，讲日本对咱呐，伊才要去甲日本吼，甲伊个炮火对准日本的那个鸳鸯箭，啊，就修正啦，正朝鲜证书嘛，因为你敢拍嘛，人当然嘛甲你反击嘛，啊，就定一个迄个钢化条约，钢化条东西条约一定是不平等条约嘛，啊，伊嘛是互迄个日本伫咧贸易上迄个好处啦，啊嘛彼此嘛是承认家己是一个互相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嘛。啊，过来，因吼唔知影呐，为什么朝鲜有遮侪迄个有诶无诶，迄个什么新旧党之争呐、啊？啊，搁什么迄个东学长之乱呐、啊？啊，一定爱去找北京嘛？啊，因北京吼，就是诶，迄个大清帝国吼，甲迄个日本进前有签一个叫《天津条约》，讲啊，什么朝鲜有发生代志，你啷通知我啦？啊啦，对啦，迄、那个朝鲜有东学党之争吼、啊、之乱，啊有啦，有去甲迄个日本讲一个通报一个。啊，两个国家就甲这个、迄个作乱的这个代志甲平定啊！啊，大清帝国就讲，借口讲哎，什么日本不爱退兵，啊，两个当咪来冤啦！结果爆发了一个1894年迄、那个7月25号，啊，在这个
黄海的海域的封岛海战在修正，啊，就弯起来，弯起来就开始讲迄、那个1894年迄、那个8月1号就开始日清的港澳战争都在修拍嘛。大家知影迄阵大清帝国吼，因为北洋舰队哇，遮侪只啊，还迄个吨号数排水量迄吨号数拢比迄个日本国较厉害。虽然啊，后来日本是在日本治天皇迄阵哦，有阁改善伊迄个舰队，吼，因为有一个军事作用诶，吼啊，甲迄个增加因的预算啦，吼，啊，甲迄个因的舰队吼，啊，甲迄个整顿起来，啊，所以后来因迄个排水量，而且舰队那个排水量，那个吨量就比大清帝国更厉害啦。啊，但是大家看吼、喔，伫咧1894年8月1号甲1895年4月17日下关条约签署，其中无差头3-4个月嘛，啊，都迄个战败，啊，北洋舰队呢，即侪只，啊，个人迄英国啦，因有迄外国人，英国在甲因迄个督察嘛，啊，在甲看讲，这北洋舰队吼，因咧实力一战呢。但是实力战有啥物路用？伊就不要作战嘛，啊，战争来看就惊死嘛。啊，你来讲我一个吼，唔是看伊硬体的物件，你唔敢讲伊会赢。你来看讲伊要操作的，啊要迄、那个啊要战争吼，拢还有战略。啊，你看你要跟人拍袂，吼、哦、啊虽然讲迄阵日本无遐强，吼、哦、迄、那个舰队啦，吼、哦、啊北洋舰队是真强的，但是吼、哦、人迄日本人拢有在进步。啊，人嘛有一个，人嘛有咧演习，人拢比你看拍赢比迄个大清帝国迄个北洋舰队搁较厉害，吼、哦！你看短短3-4个月，啊，大家知影嘛？就1895年5月8号签署迄个下关条约，大家应该拢看这下关条约，伊个内容拢看过啦。啊，我甲帮大家复习一下，吼、哦！大家知影嘛？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啊，这个英文字翻出来叫做 Emperor of Japan。为啥我要讲吼？因为咱签署条约吼，如果讲是谁去签，还是讲你代表谁去签？啊，这個、英文大家爱了解。吼，你莫讲英文了解，莫讲讲看迄个中文。有当时啊，咱吼就是因为在咱台湾吼，咱英文迄个教育吼，无讲真成功啊，都台湾人较袂晓，甲英文较袂晓讲，啊，可能看迄个阅读能力嘛较差。但是吼，咱。我就特别甲你跳出来，即、這个英文字大家爱记掉 ，Emperor of Japan 就是天皇的意思，吼。啊，咱咪讲是签是签啥，内容是啥吼。啊，这啦当然嘛，第二款啦，内面讲这奉天嘿南边即个地方啊，甲即个鸭绿江口这食的所在拢是让迄个日本，吼。啊，咱重点是咧看即、這个第二款嘛，那个都是第二款，第二条甲第三条，迄、那个台湾的全岛。啊，甲附属的迄个岛屿，吼，啊是平湖，迄个列岛，拢是属于咱日本天皇的，吼 ，Emperor of Japan， 啊记起来吼，这就是证明嘛，吼。啊，你摕了这个台湾这个土地了后，你敢袂使放回烂？你嘛无可能放回烂。伊要爱你台湾这个所在，就嘛甲你建设，人甲你建设，人早好就已经甲你想好好啊。啊，唔是讲啊，我就是有人迄中国人的想法是讲啊。要甲台湾迄个压榨，伊个经济什么，伊个利益嘛。但是你也无去甲建设，哪有经济利益？你也讲存心吼，要甲台湾这个土地人民，要甲吞打，是讲我要甲压迫。你敢嘛需要要甲建设？对无？你敢需要建设？啊无你又讲凊彩匆匆的狗狗的，你又讲啊我对台湾有建设，我要爱你的物件尔。日本人伊要建设咱台湾，是伊有头脑的。咱一个暂时，我介绍给大家听啦吼。大家知影一个上大的工地，就是迄个造册户口。你知影造册户口，即个足大足大的工程，你知无？台湾头甲台湾尾，所有的台湾人，每一个人，吼，迄详细迄个资料，拢甲你造册一个户口，吼，知影你即个人的存在，尊重你即个人生存，吼，你本来就有你的权利，但是你伫大清帝国哦。212年，拢无咧插你。正经你发生啥物代志吼，拢唔知你是杀人啦。你若讲正经你不行伫外口，正经一句白骨，你哪知影伊杀人？对无？
啊，人造册户口是换注文换拍拼去造册，这个户口嘛。你看哦，你1895年吼开始领有台湾了后，伊第一届，你看准备几年？10年，甲你全部甲你包扎。你这个人哦，你什么名？你看嘛，遮拢甲你，甲你写遮清楚嘛。这个，咱后尾，咱后尾办身份证，这个爱这个大日本帝国，你阿公有这個，还是讲你妈妈，还是你本身有？吼、哦，这个第一大日本帝国甲咱做些户口的户口名簿，伊遮拢甲你讲，啊，你娶某生囝，啊，这么犯罪，遮拢登记遮清楚的，这是尊重你这个人的存在。吼、哦，啊，咱过来讲吼，啊，搁咱个台湾的总。迄、那个纵贯线是迄日本做的，毋是中华民国做的哦。啊，若大清帝国，伊讲大清帝国嘛有做，有法用做，做甲成德就无做啊。啊，因迄个轨道铁轨哦，迄个尺寸拢不符合现代化规格啦。啊，日本哦，领有台湾了，拢甲拆拆掉，重新用甲现代化的，啊，搁甲用的，啊，刚刚台湾规个迄个纵贯线吼，拢甲起起来吼，脚下拢总是迄、那个。400.2的迄个公里吼，啊，个人人讲江南大尊呐、啊，大家知影江南大尊是上去做的无？嘿，啊，爱钱无？爱对无吼？啊，偌侪钱？那是日本政府哦，一个日本政府请哦，啊，佮不断吼、哦、去堆加计算，总共啊完成吼、哦、5000多万的日票，迄阵的5000多万的日票是哇大，你知无？你大家来看这个工程，你看钢铁啊，个土，人这拢有想过，你看伊要不断咧想讲，这要套去土，啊，个只伊也套去倒流，迄个水吼，啊，就在迄个江南大圳嘛，啊，就江南平原，啊，水也在套去倒，啊，只会使灌溉伊个农田，偌大伊拢想过。啊，你像咱即马讲最近发生一个咱什么黄坡堤，啊，敢若啊无偌久都拢搬去啊。人日本人是安怎甲咱建设？啊，你食淡仔人中国人甲咱惯的食的台湾人，啊，就是要偷工减料。伊会讲伊家己无偷工减料，啊，无偷工减料，哪会讲？啊，袂伫咧有效期间，你就放放落去。你无偷工减料，无你到底是啥？你搁要为你家己做唔对代志，无负责任。你讲伊若偷工减料来看，你是50年，你甲看，搁用到啥物呢？人正经是安尼，一个钢铁，一个冲，这认真在做诶。对不？啊，咱为什么咱台湾家己去建设台湾呐、啊？应该是讲中国社会迄套的管理方法哦，使咱台湾人伊头脑甲伊的能力变成冷气啊！伊知影爱好啊建设台湾，但是你就心就是无正派嘛。啊，看啊多物件工程会使抽啦，啊抽出来伊去用啦，啊正经人需要迄料无迄料啦，啊嘛无认真咧做。你若认真做，你大家来看，恁看柏油路就好啊。你日本的柏油路，你看平平坦坦的，吼、哦，啊人迄人做啊个水当当，啊搁一样诶，啊人柏油路诶，遐一空遐一空，啊一空补完搁一空，啊你拢无病啊，遐一搭一搭，刚才咱咧补咱个衫共款，只补一个补一个补一个，啊补到拢离去，啊到底伊有咧认真甲咱建设咱台湾无？无啦，伊无心伫台湾嘛，伊即马知影伊要走啊啦。最近大家搁看新闻去看，搁较明显哦。哎、欸，那奇怪，你好，迄、那个郝龙斌，啊，你家己唔是咧推动12年国教，你搁否定12年国教，啊，讲啊一套有诶无诶？恁家己嘿，有啥物？哦，就对啊，足侪迄弊案诶无？啊，其实吼、喔，迄吼、喔、一讲诶迄弊案吼、喔，迄抽诶咱台湾纳税钱，你看袂着，迄是哇大哇大哇弊哇大诶钱，迄拢是咱诶钱呢。所以咱家己爱紧拍拼，紧坚强起来。吼、哦，咱我讲，咱也要积极吼，唔是讲，咱家己嘛爱努力，袂是讲啊，为什么迄个美国咱也袂紧给人？啊，美国伊嘛爱准备啊，啊，咱嘛爱准备啊。我即摆问你，你准备好未？啊，叫一个单位叫你去换，你也要换未？有准备好无？吼、哦，阮最近就是迄个建五官嘛，阮就是完成阮的训练了后，吼、哦，啊有迄个职前训练。啊！你安排你倒一个职位，互你选。啊，有人遮欢喜个啦！我看遮侪人拢遮侪笑容个。但是你知影，积尽之路是任重道远。咱毋是中国人哦，中国人是啥？我坐即个课，我敲敲练嘴手，你也要好处。啊，我叫下骹手人去做。啊，你简报我看，你怎么练嘴手？
一段时间咧糟蹋事务官的嘛是有啊，政务官糟蹋事务官嘛。啊，咱是政务官，恁叫人派去倒一个位做，咱爱去管人。但是你想讲咱管人是爱艺术的管哦，你袂使讲我得爱做，照安尼做。啊别你下骹手人，毋是啊，咱绝对毋是中国人迄种管理的方法吼。咱是渐渐啊，甲大家讲啊，因为这嘛是爱甲大家讲吼。啊，来得因当的这个主语就是讲黄明华，黄明华毋敢一讲尔哦。这都等我甲大家讲吼，黄明华因是嘛是有计划哦，一段时间要做啥？第二个时间要做啥？吼，伊拢设计好好啊。伊要就是要甲你当作伊的，你是我的人民嘛，你是我的兄弟嘛。啊，无伊要黄明华要创啥？我永远把你当作殖民，我好抽你的经济价值啊！啊，看你有啥物财产无？伊甲你黄明华就是尊重你，你要做日本人无？那你不爱做日本人无要紧，你就请你回去中国嘛。你爱大清帝国，爱中国，你就让你回去。但是这侪人拢搁回来啦。你想讲，你正经也有咧爱惜你人民，你就是安尼尊重你，让你两年苦路。啊，中国人不是哦，你流亡政府来台湾，啊喏。过另外一个月，过一个月了后，就讲马上阁叫你迄种，你都爱变成中国人了。我都当阁会讲吼，吼啊！破烂话，我即马为着阁一层过来甲大家讲吼。破烂话就是讲吼，伊咧在当台湾吼，治理40年，啊，伊来做一个迄个破烂话，就知影讲伊安那是安那建设咱台湾。大家来看这个新公园伫倒，你大家知影无？这新公园啊，台湾博物馆有人知影伫倒无？我是讲，你看这个新公园哦，即个台湾迄个博物馆哦，伫馆前路迄边，伫馆前路迄呀，你知影迄是咱日本人帮咱做诶建设诶，毋是中国人哦。你看哦，你这个舞台你应该有印象啊，你走去迄个新公园路，即个印象嘛。啊，这个露台嘛，你看，迄阵的清差，你看这彩色的，彩色相片，你看，迄个清差，啊，你看，迄个笑容，啊，这相片有人甲迄个错字啊，故意的，讲啊，这是迄个中国人共帮咱台湾建设的，底下在讲，啊，跟你讲哦，这是日本人甲咱建设40年，你看就遮进步啊，你看清差就知伊民生物资，你都会使看伊，啊，搁你伊面型内面的笑容。真的在观察这个国家、这个人民，吼、哦，伊有进步的程度伫倒，吼、哦。啊，过来看咧，这家建筑物，这建筑物你看，因为阿门头阁建这悬着，啊，阁大家阁去佚佗。啊，若讲你，啊，要来去佚佗，你生活过遮好，该去佚佗对无？吼、哦，大家看嘛，你看这建设，拢有咧拍拼，共咱台湾建设。啊，你袂使讲这是中国人共建设哦，这是日本人帮咱建设。五十年，你若四十安尼算40年，40年就建设才好啊嘞。啊，那咱卖哦，叫中国人吼去占了，咱即马台湾有偌进步嘞，偌强你知无？可惜咱即马落后偌久。你看，明年安尼阁安尼算起来，那70年。咱个落后是啥吼？咱个落后是咱个内心迄、那个，咱个迄个，我们是一个天资聪明的台湾人呐、啊。啊，咱就是叫嘎嘎戆戆啊，变咱戆顿顿，啊，无咱个创造。发明的能力，啊，甲咱个台湾人个素质一定比即马国家悬。咱即马台湾变成达人，哦，我达人变成啥？达人就是骗，你很会骗术啦，啊，你会钻牛角尖呐，啊，人个就是红绿灯就是爱乖乖去行路，啊，你就要甲讲啊，我绕在那边，我穿越马路，爱讲我是达人了，我时间比较快哦，啊，你就做了，唔是讲心术不正嘛，你就顺序你应该做，你就。袂使讲啊，要弯巧啊，做这个啊，你感觉讲，哎、欸，我咧即敖的，其实吼，你吼自敖啥？你心术不正，你占人家便宜。咱台湾人即摆拢变安尼啊，我够奇怪。人讲卖像因安尼吼，甲咱占了70年哦，咱进前迄日本人甲咱建设咱台湾，咱个素质提悬，咱台湾的愈好的前途、美丽未来、甲幸福的这种生活过日子对无？吼、哦，咱甲多少讲，即个内地盐厂嘛，吼、哦、你两年的思考期嘛，啊，即吼你变改日本名，讲日本话，吼、哦、你未来就来，啊，无你请你转去，啊，咪嘛有人咧乱呐。
坦白讲，人互你两年思考，你免乱啦。因为本来就是主政者是日本，伊那么爱你去认同伊，啊你无认同，你就走进中国外境，啊莫淡仔拉乱。若要乱，就照法律来讲嘛，对无？啊，大家拢知影嘛，吼、哦，咱遮侪迄个公司拢有讲即个教书嘛，即教书最重要的啦。有参政权甲参战权，吼、哦，啊，伫1945年4月1号明治宪法，吼、哦，即重要的时间拢爱记起来。啊，过来为啥美国啊，有咱迄个占领权嘛？还是因为讲迄、那个咱美国、咱母国啦，日本甲美国吼、哦、发生太平洋战争嘛？迄、那个日本因为叫美国。因迄阵叫做国联啦，因为迄个联合吼，即迄个应该是讲国际的组织啊，叫国联。然后压迫日本人，伊知日本人要起来，就改迄个石油禁运，啊，佮互因迄个银行有一些是迄个财产是有一些银行哦，甲你迄个袂使你去领啦。啊，日本人则气个，啊，想讲啊，伊要去轰炸伊珍珠港，啊，真紧要共轰炸吼。即个吼是吼，咩讲是？日本吼已经忍到袂当忍嘛，啊，用迄个作战策略啦。但是我感觉加一寡负担嘛，你因为你加甲美国相争对无，啊，就模糊掉你要大东亚迄个共荣嘛。你为虾米日本要去对中国？你讲啊侵略，我感觉唔是侵略啦，我是讲伊要解放中国人民的痛苦。因中国人民长期你在家己看因的历史，拢是因的帝王吞打因的人民嘛。他是要去解放中国人民啦、啊！正经讲，伊啊讲要侵略，应该是遐迄、那个吞打因中国人民遐的迄个为政者嘛，对不？为什么国民党伊会叫怕输走落来台湾？你知影人是挖婚姻无？家己挖迄个共产党，但伊嘛挖共产党嘛是堵唔着，这两堵拢歹堵啦，伊嘛无办法啦，落去堵这个共产党，但是伊们。伊中国人民伊嘛真可怜诶，你知因咧历代即、這个安尼，一定讲一个，你甲我吞打，啊我起来反抗你，我即马变军容，我搁甲你吞打，啊拢一定安尼过来过去，我都想甲伊讲，为虾日本天皇是安那，教导迄个因日本的人民，啊为虾米因咧日本天皇即个制度吼，一世万代，拢无叫推翻过，迄是虾米原因吼？都等我过来甲大家讲，大家来看嘛。吼、哦，日本天皇就是那还是最后是那两颗原子炸弹落啊，迄个日本的本土，所以不得来导航啊。导航，迄、那个在1945年8月15日啊，1945年迄、那个9月2号就变成讲，迄、那個、日本来去签这个导航书了。啊，迄、那个麦帅的麦克阿瑟，吼、哦，那就发布一般命令1号，啊，叫蒋介石来接收台湾。迄、那个一大家爱看这个吼，大家拢知影啦。迄个占领日吼，1945年10月2号是占领日，大家爱记起来哦。占领日，吼、哦、是你占领别的国家叫占领日。啊，你讲光复啊，光复不要台湾讲你的，台湾都是唔是你的，你那讲光复，啊，这就是空嘴白舌，甲你骗嘛，吼、哦。啊，大家看吼、哦，我拄好讲嘛，1946年1月12日，因为伊迄个10月2号吼，啊，甲1946年1月12日，安尼巩固3个月尔，就叫你是中国人。啊，伊要爱你做中国人，嘛无甲你当作正经中国人，甲你爱护呢。你拢中国人，伊主要是要甲你通敌，要爱你的，看你有 commission 啊，你有好处无？啊，你有经济效益无？伊根本就要爱护你这个人，要爱你做中国人，无爱护你。啊，你这个政府是啥物政府？你感觉这有够奇怪无？哎、啊，表示讲，你看历代拢是安尼吞台的啦。伊当作你是伊的财产，伊要安怎做，伊欢喜。啊，你这政府，你看伊会对咱偌好。吼、哦，啊，大家来看这个壁纸啊。其实因的战争吼，在1945年来台湾占领，啊，因阿伯还没有亡国，伊是1949年10月1号亡国嘛。啊，遮的当中吼，咱台湾的物资，一寡有诶好诶物件吼，啊米啊啥物。拢去中国，阮去中国，甲因咧国共内战，害咱台湾经济，你偌可怜，迄个人，迄当时的台湾人是偌可怜咧过，所以大家即坚强，你看，拢是迄阵迄个人，咱遐迄个台湾人爱沿团过来，所以咱台湾人即坚强的对无？咱也拍人袂倒，你看，伊是安那吞打咱台湾，一开始就伊就知影讲啊，伊要
改换币值啊，伊要甲咱原来的迄个台币吼，旧台币要换过迄个台湾银行迄个银行券，换了后伊囤啊遐，等因正经啦拍袂落去啊，伊通阁换转来。你看一个一块的新台币要甲咱换40000块的迄个台票呢，你哇熊嘞！你叫人一般的人民是要安怎生活？你看有熊无啦？你想看卖？看这根本正常的政府对待因人民，要讲当作中国人安尼吞打，你想了这历史，你就气甲要死哦！啊，定大家吼，咱免去，咱即嘛有法律，因也是啊乖乖啊走啦。啊，咱搁要吐转来，你中国人吼，唔是台湾民政府有身份的身份证的人，你只系中40000换一块，吼、哦，咱唔是，咱是要甲咱迄个应该的物件退转来。咱不是讲要以牙还牙，那本来就是咱台湾人的啊！你国民党那当时有迄东山遐侪钱，哎、欸，你绕跑来的呢？啊，你讲你有黄金？喂，你讲你有黄金？啊，你的意思讲你的黄金用啊？你落地啊吗？你知道我意思无？伊讲因为大陆运来黄金啊，我讲啊要遐的黄金哦，早都用完啊。你知影无？因家己本身就贪就贪完啊，对无？啊，伊讲要建设，我讲建设无啥物建设啦，都用了了，就贪了了啊。啊，不，国民党的东山是为倒来？大家想看卖，啥迄阵就贪遮多啊啦？啊，搁因来，这个土地甲土地，这是你的，为何你的？我是感觉讲吼，为什么伊袂晓在咱台湾的迄个日本人炸造因的迄个家会啦，拢甲充公嘛？讲你袂使超过偌侪钱，你都要转去。啊，咱官网有一个迄、那个官网有一个迄一则的消息啊，讲伫咱台湾生存遮侪台迄、那个日本人，哈、啊，爱要干嘛人台伊唔甘愿伊所经营的家园，啊，奉献了即个国民党，迄、那个国民政府，啊，要潜藏在台湾的日本家庭，啊，拢台记讲，迄、那个日记拢讲较老的，伊唔甘愿讲为虾米我经营遐侪年啊，你为虾米你来占了，搞我财产拢霸占去？遮侪安尼伫咱台湾，所以咱日本人甲咱台湾人是有遮密切的关系。啊，你即摆敢会知影讲倒一个潜藏在台湾的日本家庭，你嘛毋知影？你有搁甲伊迄个，假如讲甲伊结婚，啊，咱有血缘啊，对无？所以咱台湾甲日本是有血缘关系的，是咱是伊是咱的兄弟。啊，即摆咱变伊的大兄啦，因即摆是迄个日本的迄个日本国和平宪法嘛，啊，咱赶快是大日本迄个明治宪法。哎，刷电报，等到咱咧带日本强起来，因为日本即马因为李出世代大战了，都煞变成好像胆子不知道去哪里了，变成乖乖安尼啦。变是讲咱台湾会使带领日本人，甲日本人迄阵因的即个有一寡伊的主权还袂完全嘛。迄个，咱知影迄个台湾应该是讲琉球吼，在1970年咯回归迄个咱迄个日本嘛。啊！伊还阁有，还阁台湾，还阁迄个北方四岛哦，还阁迄个韩国占领迄个主岛哦。因咧啊，因咧建构迄个完整的迄个主权，还阁无转来，伊家讲甲琉球尔。所以变成讲，这个法律会甲伊的土地摕转来，恢复台日本帝国迄阵的明治的宪法，拢爱靠咱台湾人，伊才有可能甲咱甲伊的迄个主权建构完整。吼、哦，这是这大的对日本这大的迄个咩讲刺激成长啦，啊，不然呢，永远都是日本国的迄个宪法，啊，都唔知影讲，哎，伊的国家国永远拢踮底下，啊，无人去处理，啊，都永远敢那讲甲阿古啊嘛，啊，所以咱台湾民政府是带领这个即卖日本国的，吼、哦，唔是啊，阁唔是大日本哦，带领伊，啊，咱台湾甲日本就变台日联邦。共同打拼来为咱遮诶，迄人民，吼咱台湾人民，吼未来啊来打拼，我感觉这重要诶啦。哎，要讲完咧，啊，大家知影嘛？1951年9月8号，知影嘛？就签署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这爱记起来。啊，若生效吼，就是四迄、那个过冬刚，就是1952年4月28号，吼，迄、那个和平条约啊，就生效。吼、哦！啊，大家知影，啊有一个概念，咱为这个迄、那个时间、历史啊、甲战争啊、签什么条约，甲连起来，这个台湾论就较好读。吼、哦！啊，咱有读的方法，
啊，才袂讲，哎呦，迄本较大本着，啊，讲密密麻麻，我是要安那读，我着为时间甲列出来，我是帮大家复习啦吼。啊，大家知影嘛，开罗会议嘛，我即马吼主要是讲，不管是开罗会议、波茨坦条约，还是讲迄投降书吼，这拢是意向书。我知这最刚书拢有讲啦吼。吼，啊，我即马是要来讲开罗会议。中华民国一直讲啦，讲这个开罗会议吼，已经从台湾还有伊啊，你看伊讲啦，伊安那讲，伊讲 Japan has stolen the from 迄个 Chinese 为中国偷摕，好，譬如讲这个满洲国吼，啊个这个 Formosa 加 Prestoris， 这就是朋友。啊，但是我甲大家讲吼，伊只甲讲迄个。叫 restore the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就讲啊，我这个还有迄个中国，但是大家知影，这个开罗会议是宣称，伊唔是条约哦。嘿，马英九拢跟你讲，迄是条约，但是唔是条约，条约我唔是讲为啥唔是条约？大家来看这个嘛，这个条约伊的格式都唔对啊。过来，咱讲 has stolen， 请问日本敢有偷摕台湾？为中国偷摕台湾？刚刚讲个战争，已经跟你讲吼，伊签署哦，法律哦，根据哦，马关条约，赶牛台湾片哦，和日本天皇，请问哪叫做偷摕咧？啊，问题你是咧讲二次世界大战，你乃是讲起五十年前，这个台湾片哦，这个所在咧，你就讲了讲即马就好啊。伊即马讲，伫1914年吼，这个日本啊，伫迄个太平洋的小岛共占领的啦，吼。拢爱偷偷出来，哎、啊，你也讲到一处世代代争，咱讲会使哦，有只合理的哦，几年前尔，啊，你讲到迄个五十年前，啊，你是不是咧讲妄讲？过来，恁三个人当下个咧什么宣言？啊，你有注，你有共尊重讲？哎、啊、呀，国家发生国家人迄尊重人无？因咧二处世代代争，唔敢即三个国家呢，啊，佮其他国家呢？啊，恁敢屁事密谈？啊，对外宣称密谈完了，对外宣称。讲要甲台湾，啊，搁啥物事呗？啊，要害中国，安尼敢有公平？咱主要是讲吼，哎，战后，吼，战争已经结束了，大家哪个国家有在这次二次大战有关联的国家来，大家坐咧讨论，吼，这条约啊，这土地啊，这财产咩啦，来做一个处理，这是战后。应该要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接到，啊，你奈在个战争当中，1943年，啊，这个大战结束1945年嘛，啊，你奈战争迄阵，啊，你得讲你要甲这个后厝要有挂啥啦，那成何体统？啊，等你战争讲我这边合理，这边合理，这样合理吗？这不合理啊，对不？啊，我来讲，真正割让吼，不是叫 restore the two 啦 ，set two 啦。挂意思挂好你啦，唔是讲害啦，害这种嘴讲的，啊你都无伊的主权啦、啊，你美国迄阵都还袂拍赢啊，你都无台湾这个土地，什么拢无啊嘛，迄土地唔是你的主权，唔是你，你凭啥讲我这要给你？我辛苦啦，无讲500块，我若讲我500块要给你，我一定爱有地有这个500块对不？啊无我讲要讲给你，啊就表示讲我辛苦了无500块，我讲要给你，啊我是咧讲空嘴白舌哦，我是要讲给你好听的哦，你欢喜的哦。你身骨爱地有这个物件，你敢讲你要给杀人？爱都无啊，这个都还袂判赢，对无？你这拢接不合理的啦！啊，台湾唔是殖民地，已经是在民治宪法之下实行。吼、哦，不管你几个话，你若实行，你这個台湾这个已经唔是殖民地啊，一定是人红土。你知影？人喺日本，人是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红土，啊，佮日本政府甲咱建设，你完完全全的已经就是人就是迄、那个。不可分割的土地啊！你哪有可能讲外国去殖民地？根本就对历史不明白的人嘛！啊，我讲给大家听吼，只要拢这清楚的来分辨，讲这个开罗会议最近就是一个碰风的，也破阵一道。啊，大家就这清楚的，伊就袂去讲啊，人讲啥，你鬼看那就惊，这对不？吼，这波茨坦宣言嘛是经过他第八条啦。第一个开罗会议的第八条啊，开罗会议就宣称啊嘛，啊，都迄种宣称的是我感觉较较无没有法律条约的那种效力。但是他们讲美国吼，对因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是有看顾到这个里面的内容，
但是对于台湾跟澎湖这两个日本天皇的皇土，他动都不能动，他只有叫日本政府放弃而已。啊你，你都无迄资格，甲台湾讲要给何啥人？因为根本就无合迄个国际迄个国际法甲战争法，对不？你乃是讲你美国要私底下讲要管何啥人，要何啥人？大家去知我的意思吼？吼，就是迄个麦帅一般命令第一号啦，伊用迄个蒋介石来占领台湾，啊，叫迄个卢汉去占领北越，啊，大家甲拄啊迄个温老师有讲，啊，伊甲北越人吞打，迄个讲五十个吼，甲拄啊讲120个，120班，我看不止200万，迄五十要死要死的，按算起来死伤的啦。200万，你看越南人会不会恨你中华民国？你的蒋介石这个傲慢，然后又落伍，又就霸道，然后又残忍。你只顾你自己的利益，你顾到人被占领人那个人民的权益吗？啊，你不该动作中国人，啊，你为我爱护中国人，我因的逻辑就奇怪啦。啊，唔知因在创啥？你们爱你的物件，爱你的财产，啊，你的人死我谁在你？我感觉我也要讲起来哦，我感觉真凶的，我感觉因这个民族奈真野蛮，但是我坦白讲啦，因的迄个心术不正，因的领导人心术不正，一有权力跟地位吼，伊的人民哦就不把你看作是虾米？我有权力，我有金钱，我有财势财力，啊你人民吼什么都不会去管你，你该改改看嘛，你的中国现在是变成很动荡不安。伊那全部那个新闻都是封锁的，其实伊那国家内面就做些反抗的。你拢你遐是那是叫暗藏起来，伊爆发出来表示这国家变已经要败去啊。我是感觉讲吼，大家要了解迄阵的正确的历史，卖讲迄中国人迄历史吼，甲你骗啦，因有七八成的迄个历史拢假。啊，你讲哎、欸，还有两三成嘞、欸？我了你讲近代史嘛，不平等条约嘛。啊，白纸写互你，迄敢会假？恁中国人编的拢假。啊，你讲，嗯，有依据，有依据。我看出，我不看你中国人的依据，我要看外国的 reference。我要参考日本的，我参考美国的、澳洲的，我才知影个正确的历史是啥。我去外口买书，我嘛还阁注文一下哦、喔，看是这有迄中国思想的人，那就没有参考的价值了。你要很中肯的。我若要买书，我拢看日，我即马开始买书，我拢在注文的。啊，然后迄个中国思想我拢袂买，我拢看有日本人做的，还是讲多一个迄个欧洲还是美国人迄教授咧做的，咱看的较详细。吼，啊，但我要讲为什么迄个 你看到 Emperor of Japan 就是日本天皇嘛？啊，这个 Japan Government 啊，这个就是从这个就是代表日本政府嘛？啊，这个重光葵就是代表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去签这个日本投降书嘛，这是1945年高维离合。但是我甲大家讲哦，伊去签这个投降书是去蒋委员长这个在中国这个区的迄个统帅尔，唔是对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导航。这是一个迄个形式尔，宣称讲我伫中国政府甲这个统帅讲我输啊，安尼签署这个。不是讲啊，我承认你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啊，我来输啊，所以，咱秘书长讲是，因啊中华民国啦，因是战败的战胜国嘛，啊已经败的要走去重庆啊嘛，啊哪有可能你搁变赢？你看我这逻辑有这奇怪不？啊，你又讲走到天边海角啊，啊你哪有可能搁转来讲哎我胜利凯旋回来？啊，就是因为伊有嗯这个东盟国的这个好处嘛，伊敢会讲啊？你敢会使讲，会使占领咱台湾，台占领咱台湾，啊，就是同盟国的好处嘛。啊，所以大家要了解，这拢是宣称尔，吼、哦。大家稍了解一下。啊，这个都有阮老师有讲啦，讲吼、哦，这影片是第三代秘密公布档案啦，吼、哦。我来甲讲，台湾是毋是即卖游完是美国占领？是，尤安是美国占领 Territorial 那个 occupy， 毕竟啊，是1945年10月2号是军事占领，不是共和制。
军事占领是占了他国的，占了日本，咱是日本的嘛，占了日本的迄个国土嘛。啊，共和就是占领，就是家己的，唔是讲家己的土地，啊，家己甲共和起来，伊转来。哎，咱台湾了，唔是迄个中华民国，伊是大占领，占领国，哪有可能甲你租权互你？这土地哪有可能互你占领国？你想，迄个逻辑就想一下，所以这根本就是世纪大骗局啦。吼，啊讲这个的 occupy 炮的，这到底是啥人？有人会当敢讲无？啊，USNG 是啥物？嗯，啊，英文会晓讲未？哎，对对对，那个 the nested stated military government USNG， 你看咱讲 USNG 嘛，大家也了解，咱即马有关系美国讲占领吼，啊有人讲啦 ，this 哦、oh, ，this is a perceivable edge relationship， 就是讲这是一个种主要啊，甲迄个代理的关系。我把我这个美国主要占领者，和你这个就介绍，和你大占领，和这个关系。啊，过来，啊，到底要占领多久？伊在甲你讲，但是我大家讲吼，这种要占领多久这个代志，其实还佫研究，佫看迄个局势安那。但是我甲你确定，咱即马犹原是美国在占领，咱嘛爱尊重美国，哈嘛尊重美国，爱尊重咱台湾的意愿啦。啊，看你讲要占领多久？啊，目前啊，99+99啦，看啦，目前是安尼吼。啊，个人请问讲，请问迄个 ROC 啊 ，As a government in exile 是啥物意思 ？Exile 是流亡的意思吗？伊在南京，即马走来台湾，啊，就伊在南京迄个所在都乌有去的嘛，便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吼，伊在北京成立一个迄个中华。这个政，因为中国的政府，啊，你这绕跑的嘛，绕跑在倒，台湾的迄个台北，吼、哦，这个概念，吼、哦，啊，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重点就是讲，日本放弃对台湾平和岛屿的一切的权利，吼、哦，啊，权利的名义甲要求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dores， 啊。这个放弃是日本政府哦 ，Japanese government， 不是日本天皇哦。所以日本天皇有完有是咱的这个，咱台湾的这个土地的迄个主权哦，吼、哦。啊，美国政府对台湾甲朋友有出款跟分配款，啊，不过听讲，唔是讲听讲啦，实在就是迄个中国人占领对不？中华民国人占领，啊，你讲伊甲咱规个咱台湾的资源。財產、經濟，什麼攏壓抑掉，攏共吞倒去，支配攏互因硬去配啊嘛。啊，第幾條大家攏愛記起來吼？啊，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2/23A吼。啊，這個主權是 sovereignty 哦，所以假攏無講 sovereignty， 這是一個組成，但是它不等於它，它裡面有它的組成，哦 ，right、title 跟 claim 是 sovereignty 的組成，但是他們兩個加三個加起來不等。不是等于主权哦，吼、哦。加总的来讲，为什么跟这个台湾关系下的关系，这个法吼会成立，就是讲本来应该衍生起迄个美中共同迄个防御条约，好、哦，因为伊要跟迄个中共啦，要建交嘛，啊要建交，啊你这个台湾要安怎？啊因就甲迄个国会来通过讲啊无台湾关系法，啊这。种种的拢是伫咧旧金山和平条约23A， 哦，即个法源伫即只。啊，到底咱台湾民政府甲美国军事政府啥物关系？哦，咱甲因的关系是讲，因是老板，啊，咱是新罗嘛，从属嘛，吼、哦，咱是属下，主从关系。啊，但是迄个中华民国即个流亡政府吼、哦，大占领，伊是即个代理的关系，所以无共款。让两条平行的政府，啊，那我们不用去挑衅他，他们也不要来欺负我们，哈、哦，平行线，他们走了就走了，我们就接这个政权，哈、哦，我大概看一下。那下一个我过来讲，执政之路任重而道远，
即嘛要十一点嘛，要休困的人，我建议你会使先自我去休困，啊，我继续讲，啊，大家提早下课吼。执政之路，任重而道远啊！因为即嘛，阮训练一挂精英，即嘛要分配迄个职务，啊，即、這个职务你是要做啥，拢要甲你训练吼。即像阮即嘛台北市来讲吼，拜一吼，即嘛是迄个议员吼，迄、那个要开会，啊，拜二是迄个副州长。群秀啊，甲欧雄这个组织，啊，甲拜三啊，就是迄个内阁，啊，拜四就是我们法理要加强你们的法理。那礼拜五晚上就休息，啊，礼拜六就是迄个少年的四十位以下同心啊组成的哦、啊、一群演讲会，吼啊个拜礼拜天晚上也要，啊，所以一连串现在就在加紧脚步来训练，吼、啊。啊，请问到底要安怎执政？我为啥要讲这個？这是迄个小明目善行吼，伊咧三月迄阵在甲迄高级班上课，啊，我甲迄个重点甲大家讲出来。我想讲一种精神，日本天皇伊个统治的方法跟中国皇帝他们统治人民的方法到底哪里不一样？今天就是天照大神啊，伊去甲迄个大国主神，啊，这有故事，大家有兴趣吼，会去买书来看，啊，是讲来看这个伊的演讲，吼，伊讲你的国家到底是啥物形态国家啦，吼，来，我继续看一下。日本天皇统治的方法是，啊，希拉苏，希拉苏是啥物？希拉苏是讲我天皇我委托。我所信任的通底价，哦内阁，吼啊来统治人民，让人民有知的权利，好人民提升起来，人民有知识，好教化人民，吼为了他以后人民自己也可以自我实现，伊要爱做起来对不？吼伊天皇安排，因这是迄个神之官啦吼，啊这塔米就是人民的艺术，伊把这个人民吼给教化。听堂这人民，把你的人民当作一亲民，一爱民，爱家己嘛，不是讲高高在上，吼、哦，因为你家看天皇，你看伊迄讲，让人民让尊敬迄种感觉，哦，发生迄个，咱知影嘛，两三年前是毋是迄个地震海啸，啊，甲迄个变成讲因核能抓迄个乌有去嘛，啊，因是安那亲民的，吼、哦。人毋是咧演戏诶，中国人家也要演戏诶。那为主头，因咧天皇诶制度对人民都是用教化的责任，把人民当作他的儿子女儿啦。吼、哦，安尼亲民爱护人民，每间天皇诶制度一世万代，请问有变过无？伊有强推翻过无？啊，中国咧，你看、哦，中国就是有西哈库，有西哈库意思是讲吼。你是我的，你是我的财产，我高兴对你怎么就怎么样。你没有你死就让你死，我要让你活就活，我操纵你的生死。啊，我是你的父母，你要来养我，你都来钱拿来。啊，你无听命令哦，哦，我给你抬，无叫你去坐家。伊有给你爱护无？伊啊，正经有给你爱护。啊，你为什么你徛来，用一挂时间了后，你搁摆去，啊，搁另外一群搁给你，伊搁起来。啊！你搁摆起，啊！搁一另外人民推翻。啊！你看，你甲看，因咧吊带，恁中国个吊带，换做吊带。即嘛神圣罗马，你欧洲也是一样啊！你拥有了权力，你拥有了金钱以后，你根本不爱惜，你只有自己在纵欲，你掌握你的金权政治，你底下的人民根本让他又饥又渴，又做苦工，又奴役他。人把你推翻，啊！但你搁起来，啊！你同款，甲你前朝同款，虽然搁旺一挂，搁旺几年啦，几十年，啊！甲幸运嘞，啊！你旺一两百年啊呢，啊！你同款搁败去啊！因为伊的治理方法是唔对的啦。大家有一个概念，咱也要去找一个窟，你要用什么方法？这个中国的统治方法跟日本天皇统治方法，就是给你一个方向了。你要用什么方法去管理你的工作，管理你的下属？因为大家有知道我在讲什么吗？知道吼，你得爱用这种态度吼。
我讲这个黑人计程车司机都爱讲到这句话，啊，大家吼，我为啥要讲黑人计程车？咱即马已经唯一独生的工具，就是咱台湾民众有帮咱独生的这个，咱独生主要的能力、主要的迄个力气是啥？就是你小米食。啊，咱要安怎做？我知影，咱即马迄个咱秘书长拢有一步一步按照迄个美国交托的，咱一步一步来行，爱做啥？我听即马即需要是讲，咱爱身份证，啊，训练人已经要开始要满，大家来吃，大家有缘，来为咱台湾民众，为咱台湾来拍拼，吼，啊，这一件一件拢一定爱做，吼，啊，黑人的计程车司机就是讲意思是讲吼，要有大家有一种改变，对人的尊敬，无分迄个皮肤的迄个色彩是啥物吼，有一堆迄个白仔囝啦吼，应该跟母仔囝啦。去外口砸客人车啦，啊！但迄个囡仔、幼囡仔都唔捌看过黑人啦，啊！就甲妈妈讲，哎，这个黑人的迄个客人车司机先生哦，是不是歹人？啊！为啥伊生下也黑着啦？啊！了阵你是伊妈妈，你要讲啥？你要安怎回答伊？人迄黑人在边啊吼，你要安怎回答伊？你让囡仔知影这個意思，啊！佮让黑人这个人，麦啊，感觉讲啊，伊敢若翘袂起安尼，叫用安尼囡仔讲。了阵你有智慧的台湾人，你要安怎讲？有人会使甲我讲袂？我的问题哦，一对那个白人的母女啦，她在外面就是叫计程车，好啊，计程车是黑人，计程车司机是黑人，啊，那个小孩子就进去看到计程车是黑人，就问他妈妈说，黑人是不是坏人？啊，你妈妈要跟小孩子怎么讲？你会怎么讲？身为人的普世价值，生存是一个本能。他开计程车是他的专业领域，这是他的专长，不属于我们。他开计程车，这是他遵循他的生存本能。他是伟大的，我们一样遵循我们的道路，他也遵循他的道路，所以你必须尊敬他，因为他为自己而生。讲得很好。来，大家拍手一下。但是坦白讲啦，我们讲话不是背书哈，人家也很亲切哦。你感觉讲，你正经是对我有尊敬。你知道伊哪里讲无？那合适，咱台湾人都是爱合适，慢就是说你讲的是 OK， 很棒。但是你可以再把它平民化一点，一般流通哈，你会更有说服力。他怎么讲，你知道吗？你讲哦，你有看过那后黑红后花园，那个花很漂亮，有没有？开得很漂亮，有没有？啊，够红色，嘿，啊够青色的哟，真水哦。啊，但是因的枝拢乌色的呢。你看人个枝在开，真水的花呢。哦，啊，因的囡仔就知影嘛。你知影我讲的意思是倒？你唔爱看伊表面的物件，你有讲妈讲伊乌的是歹，咱看的是内心的物件。啊，佮爱看伊阿爸的发展，吼、哦。啊！迄个黑人吼，听伊妈妈咧讲，目屎都一直流出来。哦，我真感动的咧，无人讲安尼，讲这句话吼，我感觉吼，我一个存在的重要。我一个黑人去甲白人的社会，干遐开客人车尔，无人甲我注重了，我拢叫阮社区，互人配嘴烂咧啦。讲你这个妈妈，你让我真感动的哦。我安尼阿伯吼，要安尼去改变伊的想法，阿妈去教育伊的囝儿。哦，你看人是唔有智慧。啊，过来，我阁讲一个第二 part two。迄个计程车司机，伊个后生啦，走去公园，啊，看一个迄个白人咧，迄个放气球，啊，见放的拢是放迄个彩色的啦，啊，伊就走去甲问讲，啊，为啥你买放黑色的？讲你不要有黑色气球，为什么放白色气球？都放你们白有啦，有白色气球嘛？我白色气球应该也很少放，就是彩色气球嘛。啊，走去甲问，请问。你若是迄个先生，你要讲啥？甲这个囡仔讲啥？有人可以告诉我吗？你知道吗？其实吼，以后你训练自己或是自己的孩子吼，就是你咪安那尬起音吼，迄个美妙的那种词语，那个对方吼有那种共鸣，而且又很认同你。你要训练你家己，阿哥你的囝儿是啥嘞？一讲出来，真绝妙好词。一讲哦，一个弟弟叫过来，讲你知影无？你知影气球为什么会飞起来？有人甲讲为什么气球会飞起来？里面有气，对不对？啊，里面没有气，它会飞得起来吗？不会啊。
所以重点是你要看这气球里面装的是什么，你不能看到它的颜色，你要看你脑袋里面装的是什么，你不能够看清你自己。艺术工吼，你要看气球里面能帮它飞起来的东西。所以人要有料吼，是他脑筋的东西啦。你那懂我的意思了吗？哎，人家囡仔就知影嘛。请问，我今麦要讲的是啥物？为啥麦去讲欧人去？咱今麦美国的总统是叫啥物名？啊，伊是白人欧人，啊，人家跳就做总统。所以这让你有一种感慨。所以咱袂使讲咱的皮肤啥物颜色嘛？你若麦讲，哎，我敢讲，哎，我只有高中毕业啊，我只有大学毕业，我只有怎样怎样？没有，就看你的能力，你的脑筋底啥物件。不能看外表，也没有看学历。你看你的能力，啊，你甲你的打拼，你有要打拼要进步无？这才是重点。吼，咱甲奥巴马鼓励一下，好不好？奥巴马伊就是要解决咱台湾这个法，这个国际的地位，咱爱恢复咱法律正常的地位。那拜托奥巴马，吼，啊，伊比吼历代迄个白人的迄个总统更加高。所以我今麦要讲的意义就是吃，吼，咱家己嘛爱个熬，爱个打拼，人啊，咱嘛是爱家己，互人看会起对无？咱看会起是咱本身咱就要人看会起，唔是讲我要看哦，啥人看会起？你敢安尼自我鼓励啦？吼，我讲咱也要去做这个课，咱绝对袂使甲中国人迄个官场的文化共款。你都害我钱，工厂我考考你，就是爱来，我 commission 爱我安怎安怎，我接袂好你安怎安怎。人家熬不起来呐，那是真的是人家是拿纳税的人的钱在做事情。你怎样？人家一德国总理啊，默克尔吧，梅克尔嘛，伊迄面包放啊，口腔能够捡来吃嘞。来，你有知情无？我口腔，咱台湾人，咱讲咱台湾贫穷的人，你物件落个口腔，你搁会捡起来未？人家有宰掉，会使捡起来吃。啊，我讲，咱台湾可能有啦，会使捡起来吃，但是中国人可能捡起来吃，干哦。你若中国人，我物件落个口腔，你搁甲传一个过来。人是安那咧建设因的国家，为什么德国会这强？他撇开二次大战，两次都是他发，就是他发动的，但是因就是有够优秀。我感觉啦，日本啊，甲迄个德国拢是我最尊敬国家。至于说历史发生什么事情，那已经是过去了。那这样要学习的是讲，咱未来对这个世界有没有帮忙，有没有可以济弱扶倾也好，还有象征它的那个人的意义跟存在，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哦。啊，咱要做这个 TCG， 咱这个成员，那每在讲坐这个亏，啊，无要做代志。啊，你也免想讲你做官将黄爷啦，你应该讲你做代志，你要背负责任，啊，你要安那才去做。高兴是一下子的，但是你要做的是，你要花费你全部的精力去做，啊，不是讲我点点要坐在遐要领薪水尔。哎，甲中国人的社会绝对无同款了，大家要有这个概念。啊，你进攻你无迄材料，你互人管就好啊，吼。啊，那绝对不是甲中国人讲我要告谁，我要诉诸媒体，我就要甲你搅死。人较早人个在日本统治咱个时阵，讲地理，咱爸母拢讲，阮尽量互食亏，咱尽量互人食亏，我嘛袂去顾别人，我搁个安那食亏我袂，因为你顾了后就是拆破面啦，啊，搁你伫要顾赢，迄就没完没了，啊，你要花金钱跟花心力，啊，你心里就一股气，所以小公唔种介好个啦，会使忍就忍，啊，咱卖共顾，啊，你伫做宫殿人嘛看有，啊，我个人是认为讲吼。咱做 TCG 做不好的，你就落来了，免惊讲，你就落来，不怕。我说我搞兵陪，我不要落来，你就负责下台。那你也要善后哦。你高雄气爆，一大堆人离职，啊，机关人家离职，你不善后吗？你也是要善后啊，你要责任，你也要扛啊。我是感觉应该是大家要做这个工课，爱去搞迄个有一个谋略，好啊，谋略了吼，啊，你要提出什么方案？方案要搁检讨。检讨要执行，执行了后，搁爱 follow up， 追踪啦吼。啊，就是我讲的，咱个离小米站是咱个迄个波刀波剑扎在身躯的。啊，你的专业就是你即马从头到尾，你甲一个专业好好研究，迄就是你的。
谁都拿不掉。还有我们是不能够贪污的，中国社会都是贪的社会。啊，你也该赶快，你唔该中国人赶快。啊，我被爱丽甲帮阮民政府做代志，要创啥？你大家要记，这是三个宝剑藏的。哦，你夹这三个剑够好好。吼、哦，啊，甲咱阁有一个管理方法。啊，我要跳过去啊。哦，台湾民政府要做啥？而且顺应咱马斯洛，基本上嘛，生理甲安全这基本上的啊。啊，即卖中华民国讲安尼成森林安尼，讲安尼尔，伊讲就无咧管理自我实现。你著去作文，讲媒体报啥，你著缀伊去评判就好啊。啊，你自我实现，你脑筋呢？你要做啥？吼、哦，那经营有为的政府，你就是爱有知影社会的需求，我需要你有隶属感，吼、哦，家庭生活和睦嘛，吼、哦，有情感的隶属感。啊，搁你有够这个团体给我尊重无？啊，搁来，我想要做啥，你会使让我实现的？你台湾这个环境，敢会使让我实现我自我？我想要做的代志，干嘛是要让我后悔，对不？你当台湾民众都说爱做的，不管你要做医疗方面也好，教育方面也好，还是讲你要迄个司法这些，拢会使遵守这个原则，啊来为咱台湾民政府，为咱台湾这个人民来打拼。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概念，吼、哦，啊那终身学习大概有七个面向，那袂使像羊啊。生出来，我就是有草通食，有水通啉。人个羊啊吼，哎、欸，龙吼，野龙吼，伊敢有生出来就物件通食？伊就爱去狩猎对无？你看你羊啊，哦，遮烂烂啊，遮扁担，安尼我就甲你掠起来食。啊，坦白讲，台湾是羊啊，是野人？大部分台湾都是羊啦，拢等咧互人处理安尼啦。啊，我嘛毋是讲叫你像羊啊安尼去食人个物件就。就是哦，伊的精神，哦，伊努力拍拼，看一个猎物在边啊，哎，免啊计划讲要甲这猎物摕到伊身上，做伊的迄个生存的迄个来源之一，对无？所以，来，大家对我念好无？当这个七个面向，我还要改变 ，to change， 我还要个人盘乱 ，to live together。我要跟人分享 ，to share。我要帮助别人 ，to help others。我要做代志 ，to do。我要追求知识 ，to know。我要发展 ，to be。好，啊，你知影你 to be 要做啥无？你不对，你。要安怎发展？你有想讲啊？你不断的学习，你袂绝对袂讲关了我的电脑，我就做宅男宅女就好，会讲盘乱。啊，我即马讲的话，互大家分享出来嘛。啊，你分享，我就进步嘛。啊，我要安怎做代志，我就学遐要安怎做代志。我袂讲我出社会，甲人盘乱，我会晓。哎、欸，我一有这书啊，我也要调这個。啊，咪讲学半步，你啥拢袂晓？吼，啊，我还帮助别人，吼、哦，追求知识。啊，咱学遐改变是改变讲。当为脑筋吼去吸收迄无好的物件，去用洗脑的物件、固执的物件，你走，好的物件入来，根植我们的能力在我们的大脑里面。这个七个面向，拜托大家甲记起来吼。啊，你也要讲做一个这个官位，你都爱不断去学习，唔是要去做官翘脚恁吹球哦。咱是要教导式的迄个循环，讲我意思讲我刚出无较好哦，你嘛无较歹哦。啊，我无好，你紧甲我指正，安尼我进步。啊，我教好你，你进步。啊，大家拢进步，这个教导式，你进步，我进步，互相循环，吼、哦。啊，讲咱来讲这个管理的四个步骤吼。我伫台北州的迄个 YouTube 网站吼、哦，一个四堂课，大家若有时间会使去点阅来，我讲得清楚的。基本上，咱要接一个位，啊，先定一个迄个部署的迄、那个绩效的目标。哎、欸，我要即站要做啥？我甲你迄个沟通，啊，你形成一个共识，吼、哦，形成共识以后，你阁爱去甲看过哦，伊要出问题啊，啊，你解决的方案是啥？你著爱甲沟通改善。第三个步骤就是讲，哎、欸，我已经甲你沟通改善哦，结果你阁无照我安尼做，啊，阁有错误伫个，阁偏误伫个，啊，你我甲你讲的，我拢有写起来，日志写起来，
啊，我要给你拍考机，吼、哦，啊，我通好有依据，吼、哦，啊，你都爱心和考好，啊，咱主管要共拍分数，爱客观，伊做啥，咱白抓小狐狸，安、啊、怎做？你袂使讲哦，伊是较早做歹代志，到也是跟我阿舅过，我就永远对伊印象歹，袂使，你都。伊做啥物，就针对做啥物啊记录起来，啊，通我甲伊讲，讲你为啥我伊等，啊，为啥伊假等，我做甲要死呢？啊，你做甲要死，你拢做唔对啊，拢违背你主管讲的迄目标啊！我当年甲你写起来，讲你是因为安尼，啊，你业绩无好，啊，人虽然讲人辛苦辛苦，但是人私底下拍拼，你敢有看到？我讲，所以我甲伊拍假等，啊，你伊等，啊，证据摕互伊看，哦。啊，过来，哎，好诶，咱有甲奖励啊，啊，歹诶，咱是咩那个？听话，听话，那是最后一步啦，那是不得已，吼，啊，是毋讲第一要出错哦，迄阵，啊，咱甲提醒一下，啊，正经伊也是做无好，啊，咱变成讲，啊，伊可能年终奖金，啊，是讲伊迄个咱加出来迄个绩效奖金，安尼可能都爱甲拍折一下，吼，啊，正经即摆得叫我开吼，咱都爱甲开除啦，那蔡委员，吼，伊即嘛无伫个。这影片都咱会使看啦，咱即马蔡委员来转来，咱阁放互大家看。吼，咱较早即种诶拢是专制诶课程诶层层控制。啊，若讲即马就一直白开哩，要甲进步甲讲学习，但即你学习是要为即个团体做一步，毋是讲我要升天尔，恁拢伫地角上好。我甲学习啊，恁拢卖进步，我进步，毋是安尼。咱嘛是爱付出出来吼，就较多型的这个组织，我甲多讲过，你进步我进步，我有好的物件来学，我得去云端先，吼啊，大家去请这云端的物件，买些咧云端内面去了解讲我来讲啥，啊，内面有啥物地库、地势库，咱来点来看，啊，我今嘛讲个大家听嘛是一种分享，吼、啊、嘛是一种教导，啊，若无好，哎、欸，学完的时候甲我讲提醒一下，啊，我嘛进步对不？吼啊，这创、個、作地形的能力，啊，就开始务实啦。啊！你啊，弄课程制度，啊，弄个压迫，嗯，啊，我平时要对这个组织拍拼对不？就是我拄啊讲的嘛。主管要赢家，人人都是赢家，大家拢是赢的。啊，先哪赢？学习对不？吸收。啊，那我无好对不？啊，你就甲我讲，啊，你互相有进步，教学相长。那个已故的那个陈定南先生，他就是用教导式的这个组织来管理他的底下的人。哦、他的管理的一套让他属下的人都对他很感谢。讲、哦、到陈定南就会有一种咱台湾要做政治家都要请求一样的啦。咱不是说要爱在这个位，咱是要爱这个环境的人，还是说咱在台湾地理更加好对不？所以为什么陈定南让人这么思念他、哦、很感佩他，然后就是做出来给你看，他就是这样去做他所谓的那个官嘛、哦、他真的努力打拼去做嘛，吼，大家来学习这个精神啦，吼。啊，我今麦要讲讲爱重点，今麦就是差不多剩二三十分钟了，吼。我先来讲上帝三张批啦。迄三张批是咩讲？来讲吼，因为其实吼，这个上帝拢给恁遮侪张批啦，是讲你有在注文无？我先来讲一个少年人啦，才三四十岁啦，啊，都无缘无故走去甲上帝报道啦，甲上帝说哈咯，然后伊就甲上帝。抱怨啊，讲，哎、欸，我三四十岁，为什么我那哈紧就来甲你来报道？我讲我有寄批给你啊，那是什么批啊？上帝就惊一惊甲讲，第一张批，哎、欸，你阵脚头有咧两三年前，你脚头有咧疼，吼啊腰酸背疼，啊你身躯无爽快，我寄第一张批给你。哎、欸，啊第二张批未？啊有一届你昏倒啊，第一个裤脚的人甲你救起来，啊你大病，你袂记哩？哦，第二张批。啊，第三张批嘞，第三张批你去开刀无？啊，开心脏的刀，啊，差点啊就要安那对无？啊，来甲我洗下路，你袂记哩哦？你看过我，你知影无？哦，是哦，啊，就甲上帝讲啦，安尼哦，啊，你会使，互我回去甲爸爸妈妈休息，突然安尼来甲你报道，啊，爸爸妈妈拢无甲迄个照顾着，无善后啦，啊，无你互我回去好无？上帝讲好好，我互你回去啊。但是你要爱我安尼，安尼是偌济？啊，我讲，迄、那个少年讲，哎、欸，我虽然是独生囝，我倒有一寡钱，我嘛无一千万呢。我无爱你一千万，哈？你要爱十万哦？但是我嘛无十万遐济呢。啊，讲阿伯，
一块就好，一块哦。啊，请问有一块无？有哈、哦。你的想法是因为你活着还有一块钱的，是不是？一定没有看，哎呦，我有一块一零八八。你跟我讲，过身的人辛苦了，溜溜了，无钱呀。所以我甲大家讲吼，经营迄金钱的物件哦，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能带走的，就是你留给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一些风范。人讲哦，在历史当中读到你这个人，你要留下你的芳名，不是留下你，人家会纪念你的芳名，就只有两个啦，就是你作恶跟作好嘛，历史才会记下你嘛。那你要做坏吗？你要做坏吗？你人打民进做坏哦，纪律委员会肯定先给你闪过去。你一定要留好名嘛，对不？我们能带走的就是我们在这世上做的所有的功德也好啦，你看你有没有丰功伟绩啦，那就是给你记录，你就可以跟着你的德行走。啊，金钱是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讲你赚一寡，迄政治人物拢一直乌钱，哇，够奇怪呢、啊。已经遮侪钱，还搁一直乌，我想袂晓呢。迄钱嘛，唔是恁的，恁中国人闹跑来台湾是赌钱啦。啊，你为什么你要走，搁看那侪钱走呢？啊！所以你像台湾，我们台湾人是不是冤大头？啊，咱趁钱轻易呢？啊，所以咱家己唔去爱甲混混，咱家己来管理咱台湾，好啊，做好不？吼，大家拍拼一下吼。所以我重点是讲，拜托恁，把身体照顾好，煮爱汤，啊嘛该困的咱个困一下，休困一下。啊，食物件莫食遐油着吼，啊，咱莫食迄个地下电台油啊吼，叫波来啦吼，吼。啊，你小比讲嘛，我讲这是咱台等于 Z 嘛 ，X 加 Y 等于 Z， 台湾的法律地位。啊，咱健康方面嘛是有 X 加 Y 等于 Z 哦。啊，就是讲 X 就是预防的吼，啊 Y 就是讲，哎、欸，我预防无好，安尼我来去看病，这就是治疗方面的吼。啊，这个 Z 的意思是讲吼，哎、欸，我治疗好，我健康啊。啊，我无治疗，我阁继续无好要安怎？啊，是毋过事后。要安怎阁甲我照顾对不？吼、哦，这是日俗美战的论述。安尼我这部分嘛，我的论述吼。安、哦、尼你看咱即马治疗方面，你嘛开遮侪钱，吼、哦，你看产业收入，这个是大饼嘛。啊，但是有人敢有做文即个预防方面？恁有预防？上第三张批，啊，恁做文几张批？你有做文无？预防就是一个了解自己身体状况。我们尽量在生病之前，哦、能够预防可能会的疾病了。阿弟讲三高嘛，高血压、高血糖跟高血脂对不？阿弟明明知影讲我食烧油，我都得了高血压嘛，啊糖尿病啊，啊高血脂。阿弟为啥要食遐油料？你自己嘛会使预防。啊，政府的预防这方面是咪爱搁拍甲拍平啊？咱就免讲浪费医疗资源。啊，然后一直讲哦，医疗的迄、那个。付出还是迄个浪费拢伫遮，吼、哦！啊，若讲正经治疗无好诶，吼、哦，咱着想要安怎来甲即群吼长期照顾也好啦。啊，生囝了后可能生囝了有一挂问题状况，咱是毋爱甲有一个所在啊，甲迄个治疗，甲继续恢复伊个健康对无？这是政府所爱做诶，吼、哦！三部曲：预防、治疗跟健康照顾啦。好、哦，所以这去。即挂的即个三业拢是甲迄个有书教好用拢有关系，吼、哦！啊，恩行咱应该照顾啥？我为电影来看咱台湾的即个现状的状况，吼、哦，甲解说一下。啊，即、这个电影是咧讲啥？阮有书嘛超熟呢，啊，若伫阮的所在啊做不法的代志咧，哎，阮嘛做即当的呢，吼、哦！我即、这个电影是咧讲吼，即、这个有书吼压力即大个。有迄丢人嘛看袂起，过因迄因某嘛看袂起，拢甲心内拢甲糟蹋啦。啊，有这时候伊就利用伊迄卖药啊啦，去制造迄个无好的迄个禁药啦。啊，制造一条一条家己安尼来食啦。吼，啊，结果出问题。啊，有咧稽查人员就伫迄个药局去甲查了吼，啊，发现讲哦，你一个因为这个查某是伊的情妇，伊在上药的阵去熟悉伊。哎，一直叫伊讲，啊，你做啥物物件，要甲诱惑嘛？哎，就去做迄个禁药，家己咧食。啊，用稽查人员咧，就甲稽查。啊，稽查了后讲，伊个咧问伊讲要安怎做，伊都惊到要死。啊，你知影伊的心路，
在听人的对话，这个心路伊嘛咧食毒。我问大家，啊，这个有罪书是咪爱受听话？但这个电影吼、哦，有输一个机会啦，安那机会？你讲做禁药，你是要判刑的呢？但是这个主要也重点吼、哦，是讲这个有输以他自我醒悟。他后悔，然后他要改正，但是伊就做唔到代志啊，警察就来啊，但是伊较好运，我甲大讲伊迄心路无，嘛伫食毒，结果伊死伫因迄个药局内面，啊，就去查落凶手嘛，哎呦，刚讲起来，啊，伊也伫食毒哦，啊，变成伊担伊的罪啦。但是我甲大家讲哦，恁无遐幸运哦，找到就是你啊。这个电影是电影，因为大家看，重点是讲吼，咱做唔到代志。都爱受听话，咱做唔到就咱就爱跟宣言了嘛。后来这个伊知影讲，伊咧丢人爸甲因某吼，甲因咧情妇，拢对伊拢无好，伊就即个醒讲，安尼好。既然恁遮无注重我，我来甲恁撤离哩。那我来，我重新我的新的事业，吼。伊这药局是伊丢人爸，迄因去买因丢人爸药局嘛。啊，因丢人爸则奇怪咧。啊，你都伊要用伊的名，结果你伫用讲丢人爸伊的名，讲你都爱用我的名，我甲要卖你哦。啊，人拢有家己的想法啦、啊。你一直要叫伊，迄、那个，你要去经营这个药局，你叫伊用你的方法，让伊有新的方法啦、啊。所以我今麦要讲啥？你少年人有新的 idea， 还是讲你爸母，你听囝，你有恁囝有遮侪想法嘞？但是你麦甲压扁，伊有家己的想法，你看会使甲循循善诱，甲好的所在，麦甲压扁，压扁伊出代志，吼、哦，可能伊压扁受重，伊就去跳楼嘛，有可能啊。啊！你失去一个囝儿，你敢有敢赢？你看有啥物方法？爱讲离开你，我无甲你当作你是爸母，啊！你敢有敢赢？所以你要有方法，啊！伊嘛爱方法，对不？伊就离婚啊，家己去过家己的生活。你看伊改一个凡尼药局啊，结果人内边经营偌好嘞，佫卖这侪现代化，啊，迄、那个医疗器材，人经营佫比伊较好。所以你莫讲你爸母，你方法对，你疼囝，你有好的方法。但是你要想讲，你囝儿，你阁有家己的方法，啊，那么要做一个平衡呐、啊，啊，无即个发展，啊，买个卖亲子的迄、那个，迄亲子沟通不良啊，吼。啊，伊就想哦，我应该爱安那去做，我做唔到代志了，我觉醒了，我要安那去做，你就去做就好啊。你讲啊，我到底是为虾米？哎、欸，我一步一步来，要安那做？你头脑有一种想法，但是请问？你敢会永远停在你头脑的想法尔？请你努力打拼去甲做出来，就是对的，吼、哦。譬如讲，你来台湾民政府，你已经认同者，啊，你要安怎做？你就去做就好啊。我来给你一个方向，你去做。方向，你感觉讲你有特别的 idea， 创意的思想，请你提供哦。台湾民政府还是你的主管，咱是咪阁对这个社会、对台湾更加好？你就去做就好啊。那个听阿公，哎，我是要安怎做，我就一直想讲我袂先安怎做，啊，就脚步都比人家慢了。哎、啊，这台湾路要安怎读？哇，这侪压的，啊，佫密密麻麻的，佫这高着咩？你就去看就好啊。你就拿一本台湾论在旁边，然后笔记放在旁边，啊，叫我讲的为你带发生的甚物经历啊，调用你佮记起来，安尼较好记。最近哦。你也要夹一个款，人讲你为啥要叫我一个款？你凭啥？我甲拄仔讲三支波刀放我身上，啊，人会看你的眼神，你是不是有自信？吼、哦，所以这才重要诶。我今仔日讲一寡概念吼，因为有一种心理的冲击啦，袂使讲咱想要甲中国人同款，我这样也得好，我啥拢卖做，安尼才紧就叫用淘汰哦。吼、哦，阿公，咱这个电影要来讲十项的药啊啦，大家知影这啥物电影无？这古老的电影，有人知道这啥人无？乐蒂对，乐蒂。乐蒂吼，伊要去杭州读书啦，吼。啊，因为是查某囡仔啦，去杭州读书，迄阵因中国人嘛，走有怎么样讲？哎，人生无准台哦，女子无才便是德啦，你袂使去读书，你就是等就结婚安尼啦。啊，伊想要去读书啦。哎，就搁装一个迄个人中去甲因爸妈讲，伊认袂我认袂出来啦，安尼我会使去杭州读书啊，我袂叫人欺负啊，因为你连你爸母都认我袂出来，
我是恁查某囝呢。吼，伊就讲十项即个一要什么二要，啊，这都讲了就是放假嘛。啊，我重点是要讲啥？咱用药啊嘛，啊，十项爱注意。吼，即项是倒十项吼，我一个一个甲大家讲吼。啊，你去病院看病，一定是爱去病院啊，改心讲话。啊，讲话了，就迄个诊间直传落来处方。啊，阮就调剂，调剂啊，完成了啊，病人离开，这就是阮一挂即个药事服务一个，嘿。pharmaceutical 即个药事服务伫遮，即个门诊啦吼。啊，你若摕到药啊，你爱看啥？看你的名。啊，甲迄个药哈吼，摕来看，伊药啊名吼，吼即个阿司匹林，啊，有个标记，伊写做啥物款？吼阿司匹林吼，伊是100mg，吼，啊，伊写讲啊，可能伊个白色个，啊，中央有一杠，阮这药底啊拢会写。你就要去看，有迄这些药是毋是这个药啊？你讲啊，你药师摕到就好啊。我为啥我转去我爱看？拜托你一定爱看，因为阮药师嘛毋是神啊，你知影无？我毋是讲一个借口，我是讲人的不足，就是不断阮来去甲你复合，吼，佮甲你不断的 check。啊，但是人总不足的时阵，啊，你若要预防这种不足吼，啊，咱每一个人拢有责任，药啊摕转去，拜托你看一下，啊，这几项拜托你看一下。这基本上你对医疗方面的知识你要了解，吼、哦，啊嘛对你一种安全来保障啦，吼、哦。啊，你搁外口药局买物件，有迄架上会使买吼，啊，若是讲迄安眠药甲抗生素吼，一般是爱医生的迄个处方，你才会使买互你。啊，但是你若讲药局内面要买你的物件吼，有一定的规定。啊，你若要买迄个药啊，你来看底啊，吼、哦，伊迄主要是讲伊制造日期靠伊的批号，吼、哦。啊！你有啥物问题，你就问药师，莫讲戆戆摕转来就照食。我这胃这疼，先紧食一粒。结果人讲一工间再食一粒，你甲食到三粒，吼、哦！啊，无已经这药啊是摕来其他的用途，啊，你甲摕去食，拢爱问啊才清楚的，吼、哦！有健康的，迄、那个医生有正确的迄个迄、那个诊断了后吼，啊，你有啥物问题，你问药师，吼、哦！啊，这个。油啊，本来就吸收、分布、甲代谢、啊甲排泄，咱分布啊身体嘛，吼、哦，分布啊身体全身躯，了后肝脏来代谢，了后过来迄、那个肾脏来排泄，吼、哦，啊你的质量、质型啊甲用的方法啊甲伊用途，拢啊才清楚的。你来看嘛，有人甲药讲吼，外用的药膏吼，摕去点目睭啦，结果险险啊就青盲，哎，视力才变0.2。对啦，这奇怪，安尼药师奈个会使犯错呢？哦，你赔钱予我，哇！安尼，阮药师真咪拢头头落去。其实我的意思是讲吼，唔是讲要找借口，因为正经吼，阮嘛是人啦，冇可能做唔对。啊，那拜托恁长期药底啊小看一下，啊，你食啊是讲用的啊是点的，咪啊喷的，拢爱看一下。吼，啊，正经我唔对，我来接受惩罚啦。啊！但是伫听话当中吼，你咪讲卖牺牲一个药师吼，对自己社会奉献，伊可能有积攒，伊做唔对代志，请你有机会。因为可能吼，啊，拄啊困起来是讲啊，拄啊昨甲某冤家啦，啊，煞头在闪失安尼吼，啊，都无看到安尼。啊，拜托你搁有一个，有一个咱这个教育体制甲栽培的人，搁有一个机会啦。因为有人顾甲要甲顾死啊，讲咱台湾人拢爱轻松吼，这种习惯吼。是无解好啦，咱也想讲，是毋是还有一个少年人一个机会啦？吼，啊，若拜托恁回去，有得正经啊，就看一下吼。啊，食的吼，啊，点的啊，尽量啊看好清楚啊。啊，你本来是西医，你搁摕去食，吼，你爱即注文的，我当时啊，会有这种叮当，拜托恁来搁看一下呢。吼，你知影有一种目睭点的，目睭抹的，有药膏吼，伊嘛会使去点耳啊，啊嘛会使抹空嘴。吼，你啊要滴点。你点目睭，你有固定点目睭吼。眼药膏，我说的是眼药膏，它有多种用途，它可以点眼睛，也可以点耳朵，也可以还有抗生素染光的话，可以擦伤口。吼啊，你不会说啊，我点眼睛，我又去擦伤口，然后又去点耳朵，啊，变成污染嘛？你要把那个细菌带到你的眼睛，你把带到你的耳朵，吼啊，你就爱讲，虽然有这多用途的，但是你这个病就一个用途尔，啊，这拢爱问个清楚啦。则袂讲啊！你搁有其他后遗症，我都病都还袂好，我搁得到第二个病，吼、哦！啊你，你嘛则了钱，搁了工吼，搁了人的身体，吼、哦！你若是讲啊，这是吸的，心脏的用药啊，外口用的啊，拢爱则清楚的啦，
吼、哦，啊，若讲药品要藏吼，咱当然嘛袂使藏在迄个日头晒的所在，嘛袂讲藏在遮湿的所在啦，潮湿的地方。啊，若讲它真的是在有效时间内，但是没有到有效时间，已经歹去啊，粉化，那嘛是爱甲稀释。吼、哦，你看迄药啊吼，拢唔是坚起来，是安尼粉粉啊，啊就拢淡去啊，迄落袂使食啊。啊，你食嘛是加了工的无效啊，吼、哦。啊，这是爱注意一下，吼、哦！啊，你看药啊安怎，歹就提蛋掉。啊，看哎，有一点仔酸嘞，啊，提蛋掉。哎、欸，问一下，讲啊，这到底我买这药啊，吼、哦？你讲去外口药局，你家药师问讲啊，这药啊好无？你咪再甲问，吼、哦！这是你的权利，那问就变成你的知识啦，吼、哦！啊，知影这药啊，安怎？保存啊，这个知识度，搁甲问，搁甲问啊清楚的，啊，这就是望闻问切。这个嘛是药啊，要分辨伊好歹，嘛一定要听书啊，该内容。啊，咱即马推行讲吼，咱个药啊，卖乌白等啊白汤，也是讲等啊粪扫汤。恁统一伫迄个病院吼，因迄柜台内面吼，有设一个这个回收的，吼、哦，这个回收箱，吼、哦，啊，你甲带入去，啊，阮统一收集，啊，统一销毁。销毁，那外国人讲较厉害哦，因去甲食无用的，啊无过期的吼，啊佫甲分类出来，啊将食无用的，啊无过期的佫好的药啊，吼，啊叫甲迄个较浓厚的所在，互因迄个有一个医疗资源啊，啊其他过期的无路应该销毁，啊咱台湾啊佫无做啊遮用着，全部拢甲收一个毁掉安尼啦，吼。啊！若准人阁要利用这个医疗的资源，是会使学外国安尼吼。啊，就是甲你分类嘛，吼、哦。分讲啊，这面要放啊倒，啊，这个液体的要放啊倒，啊，这碟要变哪看，要哪收，啊，统一甲你分类了后，啊，甲你处理。啊，这拢是爱甲恁教育啦，讲这教育训练这边安哪分类啦，吼、哦。啊，这要大家参考一下。啊，电影这个要是要来讲啥？要命关系就是讲吼，你药啊有副作用对不？啊，这个医生知影讲药啊有这个副作用，啊，就假讲这个查某囡仔去吃有这个迄副作用，假讲伊去吃，但是伊无去吃，伊就用这个副作用来害人。啊，这个另外这个医生就冤大头，伊爱去评断伊到底有精神病无，啊，就给伊卷入这个杀人的一个事件里面。啊，我今嘛主要是要讲，一个药啊副作用会去做歹代志未？吼，除了讲哎。我身体吃这个有副作用，但是有人利用这种物件去衍生一挂社会案件，啊，这边要注意。吼、哦，咱先来讲这个药物，因为伊的疾病，啊，要来分类，吼、哦。啊，你有心脏病的，吼、哦，啊，你药啊对这个心脏病有禁忌无？吼、哦，啊，对迄个肝病的，啊，迄个有酒病的，吼、哦，过敏的。啊，这个药啊，到底有禁忌无？以这个伊的疾病来分类啦。啊，你这个操作来讲，伊阿咧饮酒也是有心的人，你敢袂使食这个药啊？这药啊有禁忌呢。啊，过来对老人来讲，啊，老人就是伊的迄、那个功能吼、哦，啊，就变冷去啊嘛，渐渐要冷去。啊，你买这种敢有适合伊？啊，囡仔来讲，啊，伊迄伊肝脏啊，甲伊肾脏，伊如还袂成熟的，啊，你用迄剂量有合？合意不？有适合他吗？啊，这孕妇啊，都怀孕三个月最危险，用药要最小心。啊，我有心，我药啊会当吃呗。这种有禁忌。啊，那怀孕来讲，有分，大家应该基本上拢知 A、B、C、D、X 嘛。啊，这 A 甲 B 吼、就是讲会使，伫咧迄个动物实验甲人体实验是还 OK， 可以吃啦。啊，但 C 来讲吼，伫迄个。人动物实验是还可以，但是人吼、哦、没有，就是没有实验，还不知道未知。啊，你还别假借的药哦，可能你要去侦测、去了解、去 modify， 好、哦、去了解讲，哎、啊，假借药啊，后续也反应一下。啊，前三个月还是最危险的啦，吼、哦，因为小朋友要成型嘛，在母体成型，那里面就最初成型那时候是最危险的，它会透过胎盘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会。会对胚胎会有影响的，好、哦、啊，低级的是它就不行，它完全是动物实验跟人体试验都会造成胎儿的畸形，啊，这个是一定是畸形的。那 X 型大部分都是抗癌的药，
吼，你也流感症的，福建人想要有心吼，可能你也跟迄个病魔搏斗。我到底是要爱我身体健康，还是要爱一个囝？吼，这爱注意啊！这抗癌症的药都会对身体有影响。好啊，这多重药用药要安怎？吼，啊，这因为咱食落去，咱有迄作用嘛，对身体有作用，是啥物作用？有可能即侪项的啊，交互作用。啊，我食 A 药、B 药，啊，是讲同类的，伊的作用会加强。啊，那我食 A 药、B 药咧，到底是加强呢？还是抵消呢？还是个副作用出来呢？啊，这座到底是要安那要安了解？我哩讲就是去问药师，问药师帮你查。都像我哩讲吼，啊，若讲 A 甲 B 迄个交互作用有分级无？吼，来总我这 A 甲 B， 这个 A 甲 B 是同类吼。我即马就是讲 A 甲 B 来讲啦。伊也是共作用嘞，啊，无共作用，伊的指迄个激素的指数有安尼来分类啦，吼。啊，有严重度。啊，伊证据伫倒，即拢也是爱古哦，毋是阮当妈家咧讲诶，即拢是国外有 reference， 哈、啊，有那个证明，我才能这样讲吼。吼、哦，譬如讲吼，即个药啊，即个药啊是迄个 metoclopramide 吼，伊也是刺激胃肠蠕动诶，买在止吐诶吼。哎、啊，甲即类只药啊，啊，影响是啥吼？譬如讲，这阿司匹林粉是普拿疼，啊，人个甲做伙食，是 B 哦。伊这药啊，交互作用嘛，分，甲迄个孕妇迄分的是无同款，但是同款有分 A、B、C、D， 同款 X 哦。啊，若甲迄个抗精神病吼，啊，就差伊就是袂使，吼、哦，两个会交互作用，会引起更多的一些疾病出来。啊，那毋过我一个药啊，一包药啊，遮侪药啊，要安怎？我有书来去甲你查有副作用无？吼，好，这让我查的资料，吼，这是迄个中西药查询的，而且，Michael Mendes 2.0 就是迄个全世界啦、欧美啦最大的那个药物资料库，吼，这我有书嘛在帮你查，而且这是咱台湾的，吼，啊，上好咱啊要药啊、甲药啊，吼，要甲食物吼配做伙，上好是用水茶，吼，咱讲我们那个应该讲。滚开来的水啦，阿里公得好像是茶叶，也不能跟茶叶哦、喔，是水啦，白开水这样，吼、喔，阿你甲要食上好，阿你卖讲我阁要食饮料甲做伙，哇，啊饮料内面有含挂无的，来影响你食药啊，对不？譬如讲，哦、喔，你要配酒精，你正经还没药，你阁配酒精，阿、啊、你是不要你头脑变安怎对不？有可能变中风，假性的中风了，吼、喔。啊！你葡萄柚搁甲降压剂做伙，啊，葡萄柚内面有遮侪，伊甲伊交互作用，产生遮侪迄个甘美的作用嘛，发影响你血压的状况，搁会愈低，吼。所以爱用水来配，卖用其他果汁还是其他的迄个药物来并用吼。啊，讲恁食药一定有过敏，啊，过敏吼，你爱记的，你过敏药啊是啥物，啊，甲记起来，啊，你爱影响过敏到全身哦，你爱去通报做一个资料了后吼，啊，下一个人才知影，啊，人来注明讲在药袋上要注明，吼啊，这个也有药害救济吼，我们药害救济，你因为这个药啊造成的，但是你应该要有药害救济这个基金会提供的，药啊里面有打这个标记，啊，你也要赔偿嘛，一定有迄停书来赔偿，看会使赔偿未，吼，这药害救济大家一个了解吼，啊，过来，这个为这个故事来讲吼，这是普罗帕啊，普罗帕甲这个查某囡仔有帕金森氏症，因来要去考验因的感情吼，这个故事啊，佮主要是伊吼是一个普罗帕，吼，啊伊拢咧卖药啊，咧药局卖药啊，啊去甲迄个医生的诊间去兜售，安尼你想讲啊伊的操守咧，大家有想过操守在哪里？我们要是去当普罗帕去拜访医生，这样有道理吗？合乎法律吗？吼、哦，啊，咱健保制度是药价支出里面是占的15%啦，吼、哦，啊，这药价黑洞会拖垮这个健保啦，吼、哦，啊是药价黑洞是啥？啊，就是上赚偌侪钱嘛，药商，这就是药商赚10元，啊，这无嘛，啊，这就是各自赚5块钱嘛，啊，过来你来看人日本吼、哦，允许啦，你药商还是要赚钱嘛，啊，医院也要经营嘛，对不？2-6%，啊！但是咱台湾已经15%嘞，你看，拢年年一定提悬啦。
啊，谁是冤大头？我们是冤大头。你知道他一直想要解决那个药价的药差黑洞的问题啊，啊，实行这个两千个在怎么呢？在印尼药价调整啊，哇，七十几种的都没当用啊，因为不付成本来被退出台湾的市场哎、欸，很可怕呢，台湾那没有药可以用哎、欸，哈、哦，啊，两千十三年国想个结果啊，药价药费支出制度啦，我目标给你定个价，你超过无掉，你都爱被砍掉，哈、哦，啊，行啦，你砍掉。你 A 药超过了那个药价的目标对不、啊？你被砍掉了 A 药，你用 B 药，请问我 E B 药都无路用啊！啊你又 A 药不要给我继续用，啊给我用 B 药我无好，我搁等来，搁继续搁等来看病，哎、啊、唔是同款，换汤不换药啊！吼，这同款啊！你这啊就做措施的，讲啊你啊不到底要怎处理？你就说讲，你卖用这个药啊来赚钱，你要熟悉，伊这药啊用来一个。感情的所在，人你都一定可以，你都是药价，以药价，我跟大家讲嘛，知识作价，到底一定它价值多少？它真的就是有那个一就价格，你也不要去给它砍了啊！但是没有那个价格，你干嘛提那么高啊？你为了要赚这个差价，赚的再离谱了。刚刚说还有15%，所以你有知识作价，它的价值在哪边？那你就运用那个，对不对？你不能够。公啊，我的药价黑目标底下，我全部都砍掉啊！人家进癌症要需要那个药，你叫他退出台湾的市场，你没有那个瓦罗基，你就是等于在间接杀台湾人嘛！哎，爱注意啦哈！而且道德啦，那要去兜售，那要去拜，就是要去改些诊间，要改医生讲啊，这药较好啊！你伦理伫倒？医生的伦理在哪里？啊，你医院的报价啊，里面有没有政治力？吼、哦，啊！你也讲贿赂 ，commission 安尼，你是不是爱个爱判刑？这拢爱考虑着，这拢爱这严谨的管理哦。吼、哦，啊！人国外人迄 proper 是袂使去找医生的哦，加加互你去拜会药剂科，还是讲迄个相关的迄个物料，吼、哦，还是讲迄个材料科嘛，袂使互你有啥物利益输送，绝对袂去找医生。啊！你用药外药啊，我都互你好处。那跟那个变相的贪污有什么不一样？吼、哦，啊，这点量是讲吼、哦，有药物滥用无？啊，那要休息的人先去休息吼、哦，啊，啊，咱药咱就是要伪药，啊，咱爱看这药啊外观，啊，莫去外口去讲买有的不得不吃的那个伪药吼，啊，有的威尔刚嘛伪药嘛，吼、哦，啊，这个通惠罗的普拉维斯啊个斯蒂诺斯嘛伪药，因为较好用的啊，这算个咧咱台湾拢头几名的啦。吼、哦，啊，这中药的马兜铃酸，拢主要是肝会白心，吼、哦，啊，这中药坛里面有含这些东西，拢来注意一下，吼、哦，啊，这禁药工业用的拿来加在那个药物里面，吼、哦，像这绿霉素是抗生素，伊过来用啊，迄饲迄个水产，啊，咱过个家里去，哇，做不良性贫血，哦，这咱再注意的。啊，这是讲一个高中的老师吼，伊就去做冰毒，就是迄个安非他命啦。那安非他命是在治疗迄个嗜睡，啊，佮注意力不集中，结果伊来做毒，吼、哦，做毒咧，吼、哦。啊，这安非他命，大家咱电视拢看安非他命，其实伊是中枢神经兴奋剂。哦，我食落去，我真兴奋啊！我觉得我真物质的，结果我食这個，我感觉我很心快，看我很可以度过我现在很痛苦啊。吼、哦，这侪人食毒拢是因为伊对现实不满嘛。啊，身体有依赖性啊，吼、哦，伊第二级，吼、哦，第二级算讲真头前的哦，这很重要。你知道第一级、第二级的话，吼、哦，吼，当然过来讲以前来判刑哦。啊，这有毒品吼、哦，这用到了是镇静安眠药，啊，你该做这个，这是病关节药啊，是第三级的，啊，你摕来做这个，甲糖啊好食呢，这都一定是禁药。我们是政府有在管理的。啊，你拿来分给大家吃，这样去卖，那当然是毒禁药啊，就毒品啊，吼、哦，这个叫罪啦，吼、哦。皮西汀嘛是用来迄个止疼，啊，这嘛是，吼、哦，啊这嘛是止疼，啊这是酷酷扫的，吼、哦，啊这是戒断的，吼、哦，这嘛鸦片，可以也可以镇咳的，吼、哦。啊，都摕来做禁物管制，要摕来做毒，拢是有爱判罪哦，吼、哦，啊怎啊做到这水着，敢糖啊嘞？哦，去运人来买，但是你若制造、输出、贩卖，吼、
第一级的毒品哦，爱就判死刑。你甲制作哦，你就故意制造毒品吼，台湾人食焦当别人死，恁就是要判死刑啊。哦，啊虽然讲处罚无同款啦，制作啊，该可能你没有制造，可是你只是运输或是你只是卖，哈、哦，那种处分又不一样。哦，啊想爱来借，啊你知影咱台湾迄阵吼，第一台清帝国迄阵哦，那嘛是真侪人食毒的呢。啊！日本讲啊，奇怪，恁台湾人那只爱食毒，啊，伊免那抵力。因对因本土来讲是绝对禁止鸦片的，但台湾人就食习惯啊。你马上甲禁止以后，也真痛苦的。啊，变成伊讲监禁政策。啊，但是咱杜聪明先生讲监禁政策，啊、你嘛是好阮食毒啊。啊，就讲伊就提供一种看会使，互毒品吼，会甲对咱个身躯的作用吼，迄痛苦降低。啊，变成讲伊监禁政策，慢慢监禁都为管制量慢慢安尼个治疗了哦，哎，即个监禁政策，就慢慢有会好过，吼、哦，毛功咯，哎、啊，我们杜聪明先生也有贡献，哦，知道那个戒断现象，戒断现象就讲，我无阁继续食，我身躯硬哦，算只痛苦诶，哎、啊，降低迄个痛苦，吼、哦，啊，咱爱知影讲，咱制度，咱个效果是啥？吼、哦，你要知影讲，你为了钱财，你为了你的需要，佮为你健康，因为伊得到感情，啊，伊要来制造这个赌钱，啊，佮因某要生囝，啊，佮因的囝啊破受，啊，因为这个困难你无去佮解决，你来用制度啊有钱来解决，我感觉这无适合，啊，啊，就是讲，即要活落去的人，伊得无着生药啊，啊，伊要安继续要伊维持伊的性命，啊，伊就去一个迄、那个。伊信仰阿伯叫论证的时阵吼，伊就去遐墨西哥吼，伊、那个边境去靠一丁人，啊来出有这个药啊，啊来治疗这丁的人。啊，今晚要讲新药啦，咱先来讲这个新药有临床试验嘛。你存人临床试验吼，第一个阶段，第二个到第三个阶段，到最后你还是要再 follow up， 也准无好的，你嘛是乖要下架，吼、哦、吼、哦。啊，咱台湾一个安心公司，伊嘛是，咱台湾嘛是人嘛足巧的呢。安心公司伊嘛是出品。国际性的这种这厉害的新药啊出来呢，吼、哦，这个、三个新药糖尿病的，咱台湾人哦，啊，搁一些治疗咱个目睭迄个血管新生的疾病的药啊哦，吼、哦，啊，搁治疗咱这个玫瑰斑，吼、哦，这个、三个药啊就会使去迄、那个，甲迄个在美国也阿普鲁，吼、哦，咱台湾人嘛足巧的，啊，要讲这是啥？咱即马是咪小米酱？台湾人爱叫迄、那个小米酱就是日本甲美国。爱甲人照顾对不？啊，有啥物好的技术？啊，提供咱台湾来帮助咱台湾治疗迄个不治之症啊，癌症，吼吼，啊，较其实较歹治疗的迄个病啦，主要是癌症啦，吼啊，终止治疗迄最重要的。你林伟先生讲，日本讲吼，你对台湾有责任，你甲你的终止治疗吼，就是 focus 迄个 target， 就是迄个标的，甲癌细胞，你看到癌细胞抓到啊，甲破坏。这个技术吼，爱输出给台湾人，啊，我保证你吼，袂让这种秘密的资料流通到迄个中国去。就是讲，你认为甲日本讲啊，你台湾对你是有责任的，你要负责台湾人的健康，吼。啊，我唔知有听入去，应该是安倍晋三有听入去啦吼。啊，美国嘛爱提供技术啦，吼。啊，咱特别医疗道德嘛是爱顾到啦吼，不管是迄、那个。器官捐赠啊，是讲你要安乐死啊，代理孕母，这拢爱注重这个尊重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啊，加迄个利益病患的原则，啊，加公平正义，吼、哦，这就提供我大家知影。啊，咱台湾民政府要去接近款，要去接这个位，咱就是为爱人性化的政策、生活的需求、生命的治理加生命的享有，吼、哦，啊，大家共同勉励啦。好、哦、啊，我讲到这，你若讲对来路不明的地下电台友啊，请你拒绝他，跟他隔离，跳出那个圈圈，他会设计你哦。好、哦，啊，注意一下。好、哦、啊，这本来是影片，讲你无时间啊。五大核心就是讲，你啊了解你的身体状况，我甲大家讲啊吼，三张批，可能不止三张。吼、哦，啊，你啊看药啊标示清楚，药啊方法，啊，甲你做你家己迄个身体的主人，莫讲人讲啥，你落去买。吼、哦，啊药啊，迄个途径对无？啊嘛爱注意，吼、哦，过来啊，甲药师甲迄个医生做好朋友。我若有问题，直接去问医生。吼、哦，啊，这讲予大家听，啊，了解一下，来路不明的，
不听、不信、不买、不吃、不推荐。好、哦，啊，我今日就讲到这，啊，你这影片吼，你使网络看我剪一届，爱甲点来看。啊，那我今日讲到这，拍摄吼，影响大家较侪时间，谢谢。啊，各位同行，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谢谢张立文张老师。等一下四点，等一下12:40。